现在在台东，不是，在花莲。可以。赞啦！哇，东西怎么那么多？都是哪里？VVIP 哦。开门。阿弟，鞋子脱外面啊。鞋脱外面。快。靠背哦。哎，你说脏话。这踩进去是怎样？有人说脏话，被我录到喽。我怎么那么幼稚？外面在帮我们生火，有冷气的露营。厕所在哪？不知哎。来啊，去找一下，快点。你好，请问厕所在哪？这个，自动倒进去的。好。刚刚教练有跟你们讲吗？没有讲厕所。去问我营主那边。好，谢谢。没问题。去找他就知道，谢谢。好。真漂亮，带你去啊。老板你好，请问厕所在哪边？这边。来，好，好，谢谢。打开就进去就是了。
哦，好。那边两边洗澡，这边两边厕所。好。然后再给你放下地形介绍嘛。嗯。我是用我的 body tool。好。对，它这边都可以使用。没问题。等一下都没有人。好，去吧。我没有上。好，那我要上。大厕所在哪？先自拍。哎、欸。拜拜。